各位你哋好，我系阿苏 Johnny 苏，今日打算冲一杯美式冰咖啡饮下。今日嘅萃取参数系咁样嘅，非常之标准，咖啡嘅浓度亦都系唔错。最后当然要加上冰块，先至为之一杯正式嘅美式冰咖啡啦。如果你觉得呢个视频对你有启发嘅话，记得俾我点赞、关注同埋评论，我会用唔同嘅角度带你去睇呢一个世界。